Hello，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BAITO 的这个展示模具。这套模具的话呢，主要是展示我们这个一个开闭器的一个功能，还有我们这个一个来福线的一个功能。这一个呢，是我们展示一个我们一个锁模扣，一个锁模扣，然后加我们里面的一个大行位的一个斜顶的功能。 这套模具是我们这个展示我们这个来福线双齿条的一个模具，在这里呢有展示我们这个弹弓的一个功能，还有我们后面的一个斜顶的一个功能。